喂 ，YouTube 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系 Kelvin， 天气非常之好，十几度，蓝天白云，风和日丽。咁我而家身处喺边度？士嘉堡村。我今日咧又带大家做一集呢个集体回忆啦。咁啊，通常我啲集体回忆咧都系一啲超过廿几三十年嘅地方嘅。咁啊，今日呢个士嘉堡村就喺上一次我拍嗰个米兰中心嘅隔篱啦。所以今日同大家去探讨下呢个士嘉堡村仲有乜嘢变化啦，有咩铺头你哋见到仲喺度嘅，或者唔存在嘅，或者已经呢个地方以前系咩地方嘅。而家就带大家去睇下，如果你系第一次睇我条片，记得 subscribe 埋我。好嘅，你嘅 subscribe 咧就令到我更加好多好多动力，再拍更多嘅好片俾大家睇啦。多谢大家先吓 ，OK。咁啊，冇讲咁多啦，我而家带大家周围行呢个士嘉堡村 ，Let's go。其实咧，讲到呢个士嘉堡村咧，其实喺九十年代嗰时候，我仲有住喺渥太华嘅。我落嚟嗰时候咧。我之前都讲过，我一定会过嚟呢一度咧，有一间地方我一定会去食嘅，就系高黎村啦。哇，高黎村就喺我身后。但系咧，我第一站咧就一定咧系去呢个高黎村食呢个韩国烧烤嘅。有一间马力红咖啡店咧，以前应该唔系叫马力红嘅，我记得嗰阵时系一间donut shop， 好多人喺度打机，我仲记得以前呢度咧有卖啲。走私萬寶圖嘅，我唔知道大家記唔得，好平嘅就嗰時兩蚊定三蚊一包咋，嗰啲純萬啊、白萬啊、紅萬嗰啲六萬。如果大家記得嘅，話俾我聽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周圍同大家行下呢一個士嘉堡村先。哇！而家當然頭先我拍開頭嗰時咧就冇戴口罩啦，咁而家接近啲鋪頭最好戴下口罩啦，驚有啲人出入啦。咁呢個第一間。叫做咩？士嘉堡嘅小龙，可能啲大陆嗰啲火锅店咁样，大家可以见到。继续行，我唔记得以前呢啲咩铺头噶啦。如果记得，大家话俾我听。港式茶餐厅呢度，高丽村。我以前咧喺渥太华落嚟第一站，一定会来嚟呢个。无限人食嘅韩国烧烤先嘅，头先我话经常嚟呢度高黎村食嘅，啱啱入边咧，其实佢入边嗰个摆设咧冇咩变过嘅，同我十几廿年前，差唔多廿几三十年前都差唔多。哥哥話可以 order Uber， 係啦。高麗村 Korean Girl， 係啊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日就入嚟拍少少啦，即係好耐冇嚟呢間啦。通常我都係上海去西人嗰間，但係咧佢入邊個擺設真係冇咩變過。啊，我今日喺度拍嗰時咧，有呢個 Omni One 嘅電視台喺度做，可能唔知道做啲拍攝啲咩咧。呢度有一間改咗啲珍珠奶茶啦，我唔知道以前係咩鋪頭。啊！呢度有一间台北牛肉面喎，阿 B， 呢度有一间台北牛肉面，得闲嚟试食下，睇下大家食嘢搵睇阿 B 啊！咁呢间系咩小吃咧？睇唔到添，我周围行下先。其实呢度嘅变化有几大呢？老实讲，我都唔系话非常之清楚啊！观众们、朋友们，如果系大家见到一啲铺头环境唔同咗咧，话俾我听啦，以前系咩铺头啦？因为而家咧，我拍摄嘅时间仲早啊，未到晏昼啊，所以咧好多铺头可能未开啊。呢间食甜品哦，韩国嘢，咁呢间韩国嘢叫做 Snow Time， 即系。中文叫咩呢？譯翻叫做雪的時間。咁佢應該食嗰啲睇嗰個相嘅樣咧，好似食啲刨冰啊、冰沙啊，類似咁樣嘅嘢。嗯 ，OK。等天氣熱啲咧，可以過嚟試一下先呢、這個。
其實呢度啲鋪頭以前係咩鋪頭？其實我真係冇咩印象，因為咧我嚟親咧就淨係高麗村啫，只係因為我以前好為食嘅。哇、啊！即係話俾聽咧，即係食自助餐咧，我話俾聽咧，我係真係食到個肚腩要撐住咁樣走先得。咁啊，而家年紀大啦，其實要好注意呢個飲食，所以我變咗係清減啦，即係簡單啲啦。所以咧，我啲片咧就你好少見到我拍食嘢嘅，因為唔係我個專長嘅，所以就好少嘅。不過我有機會我都會拍一啲食嘢嘅，有咩新地方食嘢咧，可以介紹俾大家嘅。但目前嚟講就唔會特登去做呢啲啦。啊，不過咧要食嘢咧就揾阿 B 啦，啲老友嚟噶嘛，大家互相支持。啊，強記雞粥係咪呢個 plaza？ 我都完全唔記得咗係咪隔離個 plaza 咧？喂，呢位咧，大家知道嘅，麻煩你留個言話俾我聽啊！哇，其實我發覺好多珍珠奶茶鋪喎，呢度有一間即係食甜品嗰啲啦嚇。嗱，呢間又係叫做咩啊 ？Dear from 又係韓國嘅喎，即係有韓國字喎，犀利啊！點解呢頭咁多韓國人咧？而家開始喺美蘭中心我拍嗰時候，又係好多啲韓國鋪頭啊，韓國嘅餐館啊，韓國嘅呢個美容院啊都有嘅。但係而家發現呢個都係好多啲韓國鋪頭嘅，咁呢家嘢咧，類似嗰啲叫做唔知嗰啲咩雪糕咧，即係咁樣刮嗰啲，我唔知道中文叫咩，唔記得咗添。咁呢位啦，咁呢度佢都有啲冰沙啊，有啲麥卡龍啊，雪糕啊，甜品嗰啲咁樣。啊，呢度有間家私鋪，繼續行呢間珍珠奶茶叫做。唔知咩 high tea 茶室，未听过。跟住呢度间 Coco 珍珠奶茶啦。啊，今日真系阳光普照，真系风和日丽。啊，呢间有间咩？曙光咖啡。啊，其实而家都唔系好兴嗰啲坐入边饮嘢食嘢啊。知啊，可能而家疫情关系啦。冇得開俾你哋咁樣坐低入邊食嘢玩 game 啊啲咁樣，以前好興噶嘛，大家一班人啊去啲珍珠奶茶鋪打啤牌啊、吹水啊、玩 game 啊。而家呢一個士嘉堡村咧，仲係支持到咧，我相信係因為呢區咧仲係好多華人啦、都會選擇住呢頭，所以變咗佢呢度啲鋪頭咧仲係支持到，因為同人多喺度。不過咧，就轉變就變咗大陸嘢多啦。以前好多香港鋪頭喺度嘅。啊，今日就喺呢個士嘉堡村。嗱、啊，老實講啦，我到而家今時今日，我先知道呢度叫做士嘉堡村。我完全唔知道呢個叫咩。不過 anyway 啦，今日有咩改變呢？大家見到啦，其實唯一冇改變嘅就係高麗村仲喺度。咁其餘嗰啲鋪頭咧，我就記憶模糊，我就唔記得邊間鋪頭廿幾三年前已經喺度，到今時今日仲喺度咧，我真係唔記得啦。不過多咗咩呢？簡體字多咗啦，大陸嘢多咗啦，珍珠奶茶又多好多間啦。啊，跟住韓國嗰啲咩 dessert 嗰啲又多咗啦。啊，強記雞粥我記得係呢個 plaza 嘅喎。不過 anyway 啦，如果大家知嘅話俾我聽啦，係咪執咗定係搬咗？我唔記得咗。哇，今日條片到呢個位置啦，中意我條片嘅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我。OK， 記得有咩意見 comment。OK， 咁啊好多謝你哋睇到呢一度喎。咁啊，我會繼續。拍多啲一啲集體回憶嘅，如果大家中意睇嘅，不妨留言話俾我聽，中意睇咩片 ？OK， 係咁先，拜。